好了，这个是火车，如果说你要扒火车的话可以扒上去哈。来看一下各位。然后这个周末我们去这个大熊山附近走一走哈，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到大熊山附近的那个步道去徒步，或者说是走一个中短距离的那种步道，其实还是不错的哈。尤其今天就是也不热也不冷，刚刚好。如果夏天的话，我们也经常走的，夏天太热了哈。然后这里呢，我觉得有个吐槽的点哈，就是它这个山上呢很好玩，就各自占山为王哈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葱，野葱搞出来，吃了。